开始了，他比较准备一下。在检一直检查口袋有没有关好。先让你滑过去，你中间就会卡住了。手酸，脚也酸。哦，屁股很酸。你好快哦，为什么？等我啊。那段下坡我就……你这样就够了、哦。够了。我不行。出去咻的就先会到四人缆车站、哦、是最快的、哦、四人不是还要再换一个四人
一下的话就可以切过去中间了。四人就坐四人就可以切过去中间。是啊。不对啊，你鱼就是不够高，你好像还坐了另外一个车、啊。我不是，我是坐错车了，我坐到两人绿线那台车。哪里？这附近还有别台车吗？前面下去以后，左边有两台，右边是广州来。左边两台里面，一个是绿线两人、哦，一个是四人红线。哦，是哦，所以我以为你是高一点又再坐一台才行，原来是你一开头就坐错。我一开始就坐了两人绿，然后过两人绿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旁边有一大堆可以滑下来的地方，所以我才昨天才拉你去说那里有松雪可以滑一下下。哦，就是我滑绿线的时候看到、哦，而且那时候我看。大概只有两三个轨道而已，然后那是那天汇合前，汇合后下午就变成好几条，然后今天滑已经全都是了，很不错啊，现在开始飘了，期待明天。本来还想说回去我再去爬山的，也不用爬了。
下车带。哎，下车就是我们可以切这个的上面一点点。对。哦。然后也可以直接往右走，哦、就回去。回去？不是回去，就是往那边的行道去了。嗯。好吧。那等一下就是留寿都 number one。下不了山。切过去马上就是。吃太饱这样。嗯，有一点。吃太饱。如果你走这边，后面就会太慢了。嗯。因为它的高度一开始就用挂挂。所以我一直不想走这边，因为我知道它绕比较远。嗯，刚想说，我刚是想要走上来的，但是上不来。你那个，你一切过来之后就要很挤进来，从右边往左切还有可能。上不来。从右边切过来可以。嗯，左边那边不行。我现在鼻子有遮住吗？有。是啊，我刚刚有拉，但是有过去，哇，雨很大。很冷。对啊，风也很大。我还不够冷。你还不够冷是不是？雪镜黏住了。哦、你上面也有黏一点，还不够冷。我要面对它，因为它从侧边从我的口罩缝缝有飘进来的感觉。我面对它，就是有啊。没事，你也有一滴耶，一滴。抹掉，马上不要再抹掉了，先让它越来越的。那我嘞，我的真的没有吗？你这都没有，就不用去动它。又是这种。应该是从右边切过来。早上，你会觉得早上是大晴天，是个奇迹吗？嗯、啊，是啊，神奇的，然后来故意嘲笑我说你今天没爬山，我就晴天你看。你爬的话，也许早上就变这样。是山。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现在连西山都快看不到。腰好痛，你腰那个，你知道，骨盆上方好痛。而且那是骨头，也不能用打的，就是洗澡泡澡泡温泉的时候捏的。那时候只觉得还好，但现在动起来又还是好痛。再看一次胳膊，没有黏了吧？你哦，还是有一滴耶。你变了，你黏的。我要帮你。不要用手，用手套。手套外面比较冷吧？啊，抽掉就好了。它不会是水，但刚刚你的看起来像水。对啊，那因为是刚刚，现在应该就不是水，再等一下就连连都会。现在口罩怎么样？外面有些雪，但是没有到，我的鼻子真的有在吼，有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凉，我已经分辨不了。但是因为我决定撑住，因为这也没有冷到哪里去，因为昨天的那个雪镜弄雾了，它更难过，看不清楚更严重，算了，我撑一下。很大，超大。怎样？我说雪。哦，我这样，我现在是对着它。噼噼啪啪呢，有打在身上的感觉。很大片。很大片。明天希望滑得舒服，一来人会变少。明天？对啊，希望滑得舒服。今天人就已经少很多了，我觉得。二来那个雪从现在开始积。哦。对啊，所以。你要担心的是我们回不去飞机。嗯。飞机。如果那个我们就是去住一个旅馆的饭店，附近的饭店。嗯。你不会要叫我在旅馆等吧？什么叫在旅馆等？我在机场等啊，不是。我不知道啊。哦。这家人是不管的吧？这种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粘最多是雪镜，好像不大行，我要摸一下，而且又不能用手摸。
你是说会滑掉是不是？对啊，就让它冷冷的就好了。我还可以看得见路就不用摸嘛。是啊。我觉得应该带个刷子吧。你知道我在刷那个面包屑。我不如自备一个空气罐，就嘶嘶嘶嘶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为什么？飘啊飘。你脚过去一点啊。No. 我想要动一动，活动一下。而且我们两个的鞋脚都，因为换了这个鞋子，都脚都变看起来很小。有吗？有啊。你说之前很大吗？我之前的很宽。嗯，我是喜欢的双，就是它宽舒服，所以才买的。这个也是宽啊。这个只是是 fit 的宽。没有以前我的鞋子宽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一条柱就是够宽了。有人难过到连脚都不够宽。现在是慢速是吧？嗯。我真的有看到他快下班前跳很快，对对。那我这样我想起来缆车停哪，但是他停那个位置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接回去。一下去就斜切过去，旁边就有一条红线往右转的路。哦，这样这样。我觉得快下班了，走超快了。现在你听的声音在加速啊，但我没有很快，真是咻的跑了。检查工作、你的都是水的，你的也都是水的，你自己摸一下。好，天哪，工作温度还是很高，我们要滑个几下它才会冷下来。那就下缆车摸一下，然后开始。没有动，坐在这边吹风，绝对会冷。你嘞？哎，你的外套都完全不会冷。一点点点。你也会冷哦。很一点点点。我是觉得有点冷。铿锵最厉害。铿锵吃饭一次吗？真的是不错的方案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。因为鞋子也比那个缆车慢，那个缆车比较慢。坐火车的人。然后那我啊，我没有带拖鞋，叫我拖哪一双大拖鞋？放在背包里。我带了几份拖鞋。你有多带吗？我在想，好像我知道了一份。对啊，你是带自己。没事，也没事。你的上面是，不对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把水扭掉。好了，走。他太好。
裤子是不是去缆车还要再爬一下？不用啊。不用啊，就在下面就到啦、啊。怎样？要下吗？我看看，在想说，算了，我怕还要花力气推过去。不会啊，下去你稍微最后冲一下就到。加速一下。再去的 boss。啊，不错。但它是软，昨天是软的。你早上没有？我早上走欸。哦。看起来。我先下日。啊？我先下日。对啊。我去了，我有 GoPro 开哈。有啊。软的啦。摔倒了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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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跟着滑下去哎呀哎呀哎呀软的不用担心这里好，这里好，这里好。我挡住你吗？お二人の場合は
久没有冲一下？而且我现在好像很习惯这样下，所以它的冲力会马上被我抵消掉的，所以你就没力了。对啊，下方没力了。对啊，奇怪，你怎么？那也会，我会消掉它的力道。然后小王，那你会觉得我骗你？明明就只要走一点点。我知道我自己出错了。刚刚这个雪板啊，它的下，它的下是正的哎，它就这样嘟嘟嘟嘟嘟就下来。是也可以啊。那我们板子方向跟它不一样啊。他们应该就是我们的特将一下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斜板是横下，横着的啊，对啊，横着。哦，你是说像下楼梯一样？他就想嘟嘟嘟嘟，是没错。好轻松哦，对他们来说好轻松哦。是啊，各有优缺点。哎呦，坐到我的鞋子了，我觉得我在外面都有鞋子坐坏了，那可不好啊。我要怎么办？我桶不够高吗？然后每次都卡在那个下面。我的话，如果做不到好，会夹到小腿、椅子板跟那个棒棒会去夹我小腿。我是夹到鞋子，然后我就会很舍不得我的鞋子。唉，还好吗？我摔了两下。坐下去两下。我现在好像是我知道，一只脚踩出去，再怎样就那样而已，所以我不叫没有朝山上打，所以就是转那一下就操，就咻就讲的很多，有点像是单脚车这样。对啊。现在反过来，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拿一张卡躺在
先把左边滑滑个一两次之后，再做刚刚那个计划，差不多准备回家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里大家定住是什么？这是 B 还是 A 啊？大家是定住在干嘛？这是 B 吗？这是 A 吧？哦，这是刚我们滑的吧？哎呦，又跳了一下。大家是都会吃午饭吗？怎么都没人啊？我说怎么都没人呢、啊？对啊，我都吃了。嗯，所以你少请一天假、欸，然后巡山员就要来赶我们那个馒头那种不下去的。哦。
里吗？是哎。很突啊！对啊，但是我不理他的话，反而更难。你说不理他怎样？不理他的话，这个馒头就跳我们的，就跳我们的就对了。对啊，确实现在看到很多啊。其实好像不是馒头，只是一堆突突而已。很深。震得很厉害耶，很深啊，我这里看到一个很深的，我刚刚就感觉到很深的，哎呦哎呦，我要翻，我你看我血厚到我都翻不动板子，哎呀，脚好重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啊！啊？你是怎么倒的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那里是个凹洞吗？不知道，我转过来，然后我突然就，哎呦，然后就倒了。而且我还先哎呦，我才倒的，不是先倒的。怎样啊？很跳，很跳。这个斜度比刚刚那个更不斜。嗯。很多地方都有洞，
下。其实它这个正中间的，就只有这一块。有人就专门挖这一道，正中间这一道。下面好像更多了。真的。Number one 就是 Number one 馒头啊。什么？超深的哎、欸，这边。对啊，但是挑的好可以利用馒头转弯，还蛮稳的。脚下去，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有没有折到脚？没有啊。哎呦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一直滚下去？我帮你拿。你还好吗？我看到你弄掉的瞬间，我怕你弄到脚，脚杖拿开。哎，我过不去，因为这里比较高，可恶。弟兄，小心呐、啊！要放稳哦。你说什么？放稳。要有很多手续。要我帮你扶吗？不用。现在雪好像变小了。我滑个手机线我一直打嗝哎、我姐看了说好可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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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睡念啊。哦，是啊，放不下。一只脚好了，这里好像网路又不是很好了。这里是山谷吧？应该是说被雪卡住，结果变成上半身往山下倒。你要看你怎么摔，你可以看我的影片，因为我就看着你摔下去。自己知道怎么摔的。好。被雪卡住了，要前进不前进？这种玩一次就好了，这种还好，不好玩。哈，我也没兴趣啊。
就都玩玩看，我就是滑遍所有雪道为目标啊。嗯。好了吗？力气是没花太多，但是身体变太弱。要检查一下 GoPro 吗？你等等，我来你旁边。好的很吧。我也好的很吗？有在录吗？啊、就在闪啊。没有水哈、哦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然后就掉了。那个凹洞了。对对对对。凹洞啊！哈哈哈！没有，就我靠，然后我就飞过来，然后就倒了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就这个很高啊，然后这个洞太深了，没站好我就倒了，又起不来了啦，两只脚卡住了。脚斜的不行，斜的太难站。其实我快三点嘞，好像也要回程了。我站不起来了。好深的刹车，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好，看到洞了，我看到洞，就觉得不能，刚刚已经就这样而摔倒了，不能再下去。那你站在这里要干嘛？滑下。哦。我要留速度啊。哦。每个都很急耶，他们一冲突完，我吓一跳，一大堆人呢，然后每个都死命的那个头，有那种顶的感觉，就是觉得听他一下，好了，让阿斌嘴一下，下缆车之后看他后面。好像要动屁股，那就不会压到我了。
要超过你，一定要超过你。超过我？对对啊，就很好笑。好，来测量一下。哎，也没有啦，其实也还好。我觉得今天人少了，该不会像主任大排队？没有。你想不想滑？左边要不要滑？要不要去左边？左边。都好，随便啊，每一条都超不了多少，就是用轻松的滑法，就是滑一次，意义就是滑一次而已。哪一条？哪一条？两条都 OK。那你说哪一条？如果现在做滑最 heavenly view 的话，啊、就得再做一次四人座才能回到中间，才能继续回家。好了，那我们就。走一条，走一条，又一条，这样渐渐的回家，这样。好啊，好啊。黑的都滑完了吗？你说阿 B 没滑呢？啊？你说阿 B 没滑呢？你要说阿 B 我要滑啊？哪里？你说阿 B？ 嗯，可以啊，会路过啊。好啊，就是带从那边回家。完全停嘞。嗯，有条波，有听到吗？我肚子吗？嗯。哦。这片下来应该也很重。上不去，卡住了。啊，是哦。嗯，好像是。
冻这样，冻这样啊。然后你如果跟他硬碰硬这样子的话，就糟糕。我的话是这样，你知道？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什么叫低下吧？这个是一个凹嘛。哎、欸，你如果直直的下去的话，就是这样子跟他硬碰硬。那你如果是侧滑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不是从最凹的地方从这边过的话，你就是这边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只是稍微左右左右转而已。所以我刚刚是利用这个方法，看到洞就是从洞的左边或右边绕。对，就这样。所以刚刚没有学馒头，是学会避开馒头的方法。晚上第六点吧，忘了，应该是六点。那我要先，我要跟你请教，我先去泡一会啊。好，嗯，可以哦。泡一会，按摩膝盖，我脚痛。嗯嗯，好冷。雪被风吹还是是下雪？不是下，是被风吹。上面蓝蓝的。只是风。刚那一阵，那一阵雨云飘过去，现在又没了。对，下雨下了一点点。看他的身体怎么这样？场面热死。他很吓。回去要记得拍那个蘑菇啊。哦，好。上面一部好像太阳亮起来了。
我们滑错了。对，这是中间那一条。中间那一条。上面有个横过去的路线，然后我没看到就往下。你就走啦。那算了，没关系吧。那就只滑这一条，最右边不管。是哦。好像有路可以过去呢，好像有路可以过去呢。Heavenly Trail 不就可以过去了？Heavenly Trail 就可以过去啦。我不知道。Heavenly Trail。我跟你找就好了。跳死过去，快要下几点？啊？都还有力快哦，可以过去啊。现在3:09哎，车子只到3:15分3:30。那就回家吧。哈？走回家路。好、哦，好像有点赶哦。对啊。好。回家路还是一样有两个选择啊。走那边的到山顶，还是这边的到山顶？好，还是走右边。什么啊？坐右边的那个缆车去山顶，哪一个？所以要走 Heavenly Trail 哦。对啊。啊？因为这样子，那一个去山顶，那一个缆车站最高， okay. 一路就走最好，再回去那条路。好。你跟在我后面好好看一下我滑啦，看姿势会不会很丑啦。你跟在我后面好好看一下我姿势会不会很丑。
接近十二点，我现在鼻子有遮住吗？有，有啊。
就不会有人回不了家的问题了。就是在关之前先拦住，由左边开始。他挡了吗？他剩下一个门呢、啊，由左右往中间拦截。有人爬，棒棒的。有人爬树林的。这人在树上干嘛？我这是火臭。他是那个，他在弄那个。哦，它是弄门呐、啊，这是个门，那等于是门呐、啊，莫关闭哦。要去哪？莫我们没有走错吧？是这里有路回去吧？哦。完全看不到羊蹄山呢、欸，我要拍一张。完全看不到，云好厚啊！看脚，哎，看到一点点哦。脚对不对？上面是不是在罩住？哎，到底后面是哦，看到，看到了。
回去要去爬山吗？你觉得我爬上去看得到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不觉得它附近有很多鱼？是啊，就很多啊。很多，而且很浓，不会动。有在动的，但是有在动的是不是它附近的？是啊。这应该就没有像刚刚的凹大凹洞了吧？有一些深的哎，某某。哎呦，大家的膝盖都很嫩 Q 欸，大家的膝盖都很嫩 Q， 大家的膝盖都很嫩 Q， 啊，哎呦。
都已经没电了。什么意思？哔哔哔叫，停了。是电池的关系啊？应该是啊。然后那我电池按一按，那我电池给你。不用啊，不是电池的关系啦，是他自己觉得没电了这样。对啊。所以我现在重插，在这个插的时候，好像他不理我这样。所以我说我电池跟你换。你那一颗电池是拔不下来的。不是啦，不是那个绝对没有问题，是 GoPro 的电池，不是行动电源。哦。哎呀，走吧。那都没录到了。没差，这一段就是乱下而已啊。没有，刚看到人家的路哎，我们来学。但是应该是没办法，应该是没办法。没有，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我没有办法想转就转呢。想转就转板子哎，所以没办法。对啊，还是挖好深哦。你没有玩哦，你怎么没有玩？哦，是前面不是刚刚那里哦。推多推几下加速，重心朝前。哪里呀？
做这个吧，就要做那个吧。是啊。那回去就绿的啊。因为可以花一次成本。一次成本。对啊。应该说去检验还是很不错。你说啥？还哦，要拿准备相机啊。哦。香菇越过这个雪道之后，香菇。也是风险。对啊，那现在几点？35了啦。所以差30分啊。嗯。刚还有人去探头探脑嘞，他都已经把门拉下来了。所以那个Super什么的也不可能啊。Super那是最高的，不可能啊。嗯，好，那就那个粉粉滑完就收工了。对。小心啊！你要拍哦。是啊。所以他是下班时间他才拍啊，也不是。他怕有人只能滑绿的，还是怎样？嗯。因为那个山谷就是个绿，他要让绿色的客人也能享受到。对对，了解。对，已经回到东山了。要飘走了吗？嗯、要飘走了吗？厚厚的雨。没有，你看后面还是很大。不过它原来粘在它旁边那个好像变圆了。嗯。粘在它旁边那个有点像熨斗云的那个。但是它的山顶那个云啊。嗯。它山顶那个有个帽子云，有没有？嗯。那个云的形状跟山的形状有点像，嗯，然后把它加高而已。嗯，我手很冰，拿太久了，把我冻僵了。你看不见了，是不见了吗？有哎、欸，而且它上面的秒数是多少？你看一下。12秒，13秒，没有了，某某。更前面了。没有了。挂掉了吗？没有。对对。好，我坐起来了，好冷。但还有点冷，没有了。这很接近山谷的地方。好像没有了，应该是这附近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很可怕。没有了，因为下午是突然风很大啊，还有放晴啊，对，晒晒或晒晒。没有了，又飘雪，又大风，又放晴。变了变，在那里、啊。哪里？哦，这么低吗？这么低啊！哦，是哦。它好圆哦。这很可爱。山谷里面受到山谷的保护，自然孕育的雪香菇，很可爱。好可爱哦！现在看它觉得更可爱。
我怎么挡到你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刚有拍到一张，接下来都拍不到。对，你刚刚跟我讲。没差，我拍不到是因为我怎么按怎么按那个触控都不对，所以没关系。我以为他每一个第一张我拍到。而且我本来坐左边，没关系啊。你叫我闪开，我就闪开啊。你闪开我也拍不到，我就说我一直按。那个触控不知道是我那个手套哪里按到它还是怎样，总之它就不理我，所以没差。如果我一直叫，还是没拍到，也没关系。我拍很多张，好像白，好像有一种蘑菇，有一种雪白菇，对吗？它长得像雪白菇。夕阳我们结果还是滑到那么晚。唯一可惜就是三连休人多了点。还好啦，我觉得还好。你觉得？现在当然是还好啊，排队吧。等一下可能排队都没有那个了，辛苦了。还是软绵绵啊，要往下转吗？这样角度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拍一张。有人轨道最上面的轨线，铁线那边。好像有点好拍。等一下。这样吗？什么东西？我说叫你帮我拍慢动作啦，来。你要这里吗？你先丢看，我看。哦，好，那我拍。等我一下，我要先找一个新的转换动作，我第一次用。太远，好了吗？好，对，我开始。好了，效果如何？有看得出来雪很轻吗？好几块，很轻哎。再等一下。很轻。好了吗？开始。好，下一次。好，为什么好？不是，多录几下。开始，下一个，等我一下，
开始。往我身上飞啊！刚风向不对。好了。你要找一只草。要去哪里？太高了。冲回去。
黑了。对对对，太亮是吧？太暗，太黑了。后面太亮，太暗。一二二八，一二二九，就冲个五分钟就复活了。那我的嘞？你好的很啊。在录哦。不过你这个是冰还是那个外面掉？好，是冰。你鼻子跑出来了。我今天就都没有起雾，不戴面罩就不会。对啊，戴面罩就会太热。因为面罩整个热度这样子，我今天也靠这个顶住了。我也没有觉得后脑勺很冷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种东西，就是有点像那种小偷头巾，是吧？在前面然后扣上就可以了。晚上又要坐小火车来吃，我觉得我们到的房间会是几点？又是四点半之类的。现在3:50。嗯，然后再坐一趟。四点半就到房间了。那我就要去洗澡。好啊好啊，反正没有特别想滑什么。你还想滑西山吗？还好呢。你还说要爬西山？哎，后面就看不见啊！你爬上去，他就跑出来。如果他说好，你来，我就给你看一眼，然后我就爬，20分钟而已嘛，还好。累死了。这脚很酸，是真的，因为抬，这鞋子本来就重，然后又抬很高。温馨的饭店这种等级，它的价位没有算很高哎、欸。想一想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不知道，整体来讲，它应该有多贵。它是温馨的五星饭店，我搞不清楚啊。它就五星饭店，就跟 Hilton 同等级，而且我们吃下去一个人都要2000多吧。你知道午餐没有很贵？对啊，没有吃到1000多。我忘了我们上次那边午餐吃多少钱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应该都2000多。那因为毕竟它是 Hilton， 所以我就可以。强可以接受。我们的数字观已经被鹅肝三明治破坏了。鹅肝三明治只有3-4千吗？你以为只有3-4千吗？多少钱？4000还是6000啊？不可能是6000啊，你疯了，就4000吧。那是鹅肝啊。我回去再看它要多钱，多少钱？你有记这么细吗？没有，但是可以去查。我就想吃三明治嘛。今天看到我喷枪，就决定要来这里把血迹清干净了。衣服也都可以喷干净，多好啊！继续烤一烤书，拿着板子坐车回去。只是坐车回去，就是要走路走比较远一点。我们走回去，坐车坐到了，是在偏这边哦。那个一路走回去都，不准算扶梯能不能算学习？我记得是扶梯，他都会说不能穿鞋。哎，反正明天我就偷拿一双拖鞋在背包，你就拿你原本的，还是你也要偷拿他的？不是，哦。哦，你说在哪里拖这件事？坐下之后在哪里才要拖？因为一旦拖了就要抓着他，又要抓学长。所以当是最后一刻啊，因为那如果是最后一刻，其实他停到附近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所以，但前面是坐扶梯上来的耶，可以吗？再看一下好了。扶梯以外有电梯。
不准坐扶梯，但可以坐电梯，是吧？我觉得是。摄影师说我们不用准备拖鞋。嗯，应该说准备的到底是在哪里要换？我忘了 Monorail 是在哪一层楼走。下去的那一层，然后都比下一层啊，都比下一层，然后穿过那个旋转木马后，一直往后走，一直往后走。它跟它在旋转木马的上一层。对啊。嗯。我记得那个旋转木马旁边有个电梯，就是在自助餐旁边有个电梯。哦，那个。对啊。那那一个应该有到 lobby 那一层。我光一时眼睛花，这边。这样雾雾的，是雾雾不是吗？不是，是我以为是那种很烫的东西的，弄的雾雾，但是没有。太阳大片。对呀。这是个高原。嗯，它叫鲁斯子高原。孔金孔。高原，不对，是高原。高原。比较高的，嗯，不是高的，可能往高。空气好。哈哈哈。嗯，那等一下我把红线回来，还是把黑线回来？啊？哪里有黑线？哦。你觉得很累的那个就是黑线。哦，今天雪况算比较好。跟他约这里啊，上面。对啊，我就说这个楼，因为下面这样子很挤啊，那么多人大家都要来搭缆车，太挤。你不觉得上面比较好吗？是啊，这里人很多呢，都是在那边挤缆车啊。那么多人都要挤去缆车。哎、欸，这是人家住的吗 ？L11。是哦。租到这里，你就可以 ski in ski out。但是结账的时候很头很累。哎、欸，没有很累。那个我们没滑过的那个黑要不要去滑？现在吗？现在吗？都可以啊。哎呦，想要。好好好，那就。那好了好了。我是回去就好。还是你要去？我没有要去啊，我只是问。滑啊滑啊，现在算看得清楚，滑一次就回去了。还是不要滑了。你是说？因为滑一下就是你回不去，对不对？再做一次那个，对。既然你要尿尿的话，那明天再刷。明天不会滑。对，那算了，现在去吧。明天早上约几点？9:15啊。9:15，那也来不及。对啊，哎，不会哦。还是那九点才上去，你说跑过来就刚好9:15吗？对啊。那好像可以耶。好啊，那还是现在滑一次啊。啊？那就要坐两次这个缆车。好了、啊、好、啊，就坐、啊。好。哎呦喂！想做什么事还是赶快做好了，对，就去吧，回去再尿尿。
腰酸，腰好酸。下半部就要用冲的，希望能冲回这台、哦。你西山真的滑够了吗？不然明天跟人家约那么早，啊，就不滑西山了呢。西山没有想滑的哈、哦。西山有什么特别的？还好。应该说这个雪场，就是大都可以滑滑了，这样。那你要约晚一点啊。也没有吧，跟人家约去滑也是滑、自己滑也是滑，那有差吗？差不多。你要留一点时间在西山。没差了。
客有没有可能？那是要坐这个缆车才有可能。对啊，算了算了，没有不想那么累。其实也走一小段而已。不想走热，我很懒。柱子的右半部，左半部好像没有变馒头，现在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对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好像不是我们看的那个，我们看的是在港多拉，港多拉的右边，是不是？啊？哦，好深哦！怎么右边还有？啊？来来抓我！抓我们干嘛？他来干嘛的？他来干嘛的？我不知道他来干嘛的。完全不懂他来干嘛。我们现在从哪里下去啊？右边啊。这边哦。有没有？那边对着游乐园吗？哪边啊？正柱子的右边。哦。是吗？哦。我觉得是耶。好。而且我们根本就这样子测的啊，完全没办法。哈哈下来了，偷懒偷到了。哎呦喂，哎呦喂呀，这怎么那么深啊？我脚被撞得很痛。哦，所以不能去嘛？不可以滑，那就滑左边吧。哦。哎、欸，等等，那我们就故意一直靠左滑，一直靠左滑，就可以回家。哦，好。好。哦，现在不给人家滑哦。
红绿，好了，尽量靠左滑。回家，回家。就是那里吧，那个有绿色旗，那个切过去。是吗？可以去，哦，你说就往左边，哦啊，但我现在好平哦。我回来了，这个反正往左靠左是对的，前面还有一个，前面那个应该就是了。还说我很重，这里我们没滑过，我觉得不是。这恐怕前进不了吧，反而更累了。错了错了，这样。还是这个根本就不是雪道。啊，不然这是什么？要不是我们两个不敢滑树林，我们下去就到了。这里太陡了啦，我不是说这。真的吗？你是在考虑下去？我们从这里下去啊。你是想是不是？算了。对啊，危险危险危险。我觉得那个只要盯住就出去了。好，快写了，快写了。我觉得这里可以耶，你又可以了。这里这不是你，你来看，你看，虽然是直直的下去，好像就出去了。哈？什么？你说这个？
你就下去了。没有树会挡你。你真鸟啊你！然后大家就看我插在里面。我身体稍微朝后倒一点点。要往后还是往前？好吧，你不前不后啊。你很坏，叫我是，然后自己又不是。我又不是很有经验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间让你慢，很慢，很慢的话你就会往前后，往后的话是 U B 的、啊。我以为我插进去，你要救我。那你往后顶一点点吧。往后顶，我可能就会坐下来。不会不会，他速度会变很慢。来吧，你干嘛？啊？板子有掉吗？自己往后倒。对啊，我就看到你躺在那边干嘛？看我倒还是看我躺？看你就这样，呵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偏这边。那现在这边往左切就回去了。哪边往左切？有个小路啊。我要去拿刷子哎，我要拿刷子。我一打折还是炸鸡耶。我也是。啊？我也是。你觉得这里比较好吗？啊？哦，你说打折。打折。Thank you.
在外面。为什么拖鞋只有摄影师啊？啊？哦，没事，没的。关了。